我们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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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天台四教一记教观纲中可说，各位比丘，各位比丘尼，各位沙弥，各位沙弥尼，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请放掌啊！我们上一堂课呢，我跟大家呢提到了这个别教哈啊，别教人呐啊，别教人就是界外的顿根啊。那么他呢，是能够修到那里，那么就是界外的菩萨能够看，能够体解，能够完成的。那他为什么是顿根呢？因为呢，他不能够这个当下啊舍离这个对立见啊。你要知道，立根就是能够在对立当中看到不对立，能够跳，他也不一定是跳跃了，他就是能够看到这个事情的背后，他看到事情的背后的那个一个整合相。那么两个人在吵架，我们一般的顿根的人哦，就吵架。我们这两个人不合嘛，意见不合嘛，看法是这样，啊，那么呢，我们这个立根的人，他看啊，吵架的，其实他们两个是同一个意见的，但是呢，这个角度不同，啊，用心相同，啊，你不还比如说怎样呢？这个佛门当中啊，最缺的就是，啊，是怎么样？是一个住持人才啊。还可以，就住持当中的领导，甚至是一个担任一个方丈和尚最难。好，你看现在套号台湾呢，没几个南众道场，这实在是很惨啊。所以我跟那个我们圆净和尚你讲，我说那个虽然西方佛母希望那个把那个。圣天宫啊，做成女众道场啊，当然讲起来也是啊，哈，他视线是女神嘛，但我已经露出口风，我说，如果没有女众去的话，那台湾缺男众道场啊，那也可以把它做成男众道场啊。这当然男众现在人少啊，讲这种话其实也蛮恐怖的，这样子啊。倒是我看到是那个灰师傅去做公主，做得很高兴的样子。啊，完全没打电话回来，啊，这个他要是什么状况，他会打电话回来埋怨啦这样。但是现在去了之后，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啊，很自由啊，哦，实在是，啊，很自由，这样子啊。那我跟他讲说，哎，你娘也是出家人啊，你妹妹也是出家人啊，怎么样？约他们去啊，他们是女众啊，我一个人就可以，哇，他是，那当然了，这个做公主做的这么高兴也很难得了啊，这样子，不过看样子他去那边也没什么好好吃，回来的有点比较瘦一点，不过话说回来，他是不是在外面买的珍珠奶茶，每天买两克啊，这个很难说，不过呢。讲起来就是这样，人间的事情啊，你要做一个住持，要做一个，也不一定是住持，就是你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样子的事情是最辛苦的。那一般来讲，当过去古德啊，修道成就，这没话讲。而人家你的末法时期，你修道没成就，那更是少人愿意去做这个事。那这个时候是哪个笨蛋要去做那个事呢？那就是最起码要有一种超越性的看法。
什么叫超越性看法？就是在是非当中要超越是非。不然你想想看，这大家的反复啊，那你做负责人啊，那这个人跟你讲，那个人怎样，那个人怎样，等下那个人跟你讲，又那个人讲这个呢 ？A 讲 B，B 讲 C，C 讲 D，D 又讲 A， 那就啊，这个，每一个人都咬了尾巴，咬了尾巴，会咬成一圈，那你就陷入在这些当中了。有的很多出家人就很烦，很烦。然后他就告诉我说：“我不干那个事，我不干那个事。”这个我在讲那个发心起行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人当然性格，或者是说那个修行的能力，或者修行的阶位，当然确实是不能够勉强的。但有一件事情是很奇怪的，他不能勉强，但他却又是发展在前的，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发大心。”摩诃止观呢，一下手就是告诉你发大心。什么叫大心呢？那个大心就是菩提心的。他总说的就是跟你讲要发大心。拜法华三昧忏的时候，一下手就开始观想我今拜忏为喻十方法界一切众生呢，求哀忏悔。我是为他们求哀忏悔。整个拜忏里头没有自己，虽然里头念的都是啊我过失，我的过失什么，我的过失什么，但在发心的时候就从来没想说是为了我自己，明明念的是为自己，怎么会是这个一开始发心通通没有为自己，就是为众生。为什么？因为众生有过失我们也都清楚，但我们不会去在意众生有没有过失，我们自己就是众生之一，我为一切众生啊，我是凡夫啊，我也不知道一切众生到底干了些什么坏事，但是我知道我是干了些什么坏事，所以正在拜要拜忏的时候是想着为一切众生，但正在拜的却想的却是自己的过失。什么意思啊？荣耀归众生啊，利益归众生，过失惭愧忏悔感恩要由自己发生。我替你忏悔啊，来，我替你求哀忏悔啊，你凭什么替我求哀忏悔？你忏悔你自己的。当一个菩萨呢，他忏悔自己的时候，他就在等同对一切众生忏悔。何以故？因为他思维着，他来自于众生，众生跟他是一心平等。我们自己会有的过失，众生完全一样不缺。现在忏悔我自己呢，就等同我为一切。如父如母，藏传佛教他都会讲说如母众生、啊、那我就不这么讲，我说要如父如母。何以故？因为 well, 有些母亲也是很跟儿子姻缘也没一定很好，跟女儿姻缘也没有比较好、哦、有时候是这样、哦、所以说呢，这就如父如母的众生。那我今天如父如母，他要是有什么过失，我是比我自己有过失还紧张。什么意思啊？你看看这个早年啊，台湾有那个白色恐怖，白色恐怖之前有228事件，那我们那个蒋老先生呢、啊？刚来到台湾呢，被毛先生给打败了，打趴了，跑到台湾来了之后，草木皆兵，宁可错杀100，不可误放一人。那么就抓人。上个高雄啊，为什么是高雄传统的这个高雄台南为什么这么绿？脸都绿了，那个绿，为什么这么绿？因为当年呢、啊，一夜之间呢、啊，整个高雄顶尖的高中、雄中，顶尖的雄中哈、哦，一夜之间，所有同学都在家里哦。一夜之间，那同学一班一整班不见了。你知道后来发现死掉怎么死的？你知道吗？尸体怎么找到？注意听啊，儿童不宜，18禁。
用钢丝穿过掌心，每一个人穿过每个人掌心，这样穿过去。那五个人一组，钢丝穿过掌心，活活把你推进海里，让你淹死。为什么这样省子弹呢？呵，是这样。那、啊、你说、啊、战争啊，改朝换代了、啊，就是有这种残忍的事情了、啊。是啊，是啊，我们理解，我们理解。我没有伸张仇恨的意思啊，我没有伸张仇恨的意思。我说你这样子的时候，那个有一个三更半夜警察就来抓的时候。你看啊，那个母亲啊、父亲啊、兄弟姐妹冲出去，你抓我，你抓我，你不要抓他。我的挚爱，抓我！我不能看我的挚爱死在我面前，但我可以死在他面前。你看，那个什么好的那个夫妻两个人呢、啊，那冤亲债主，两个太相爱，黏在一块。老婆就跟老公讲：“我要比你早死，我不忍心看你死。”来，我们再看看当时的目犍连舍利佛，神通智慧，他知道了世尊放风声，公告在赖群里头公告，三个月后，世尊三个月前呢就公告了，三个月后，我。世尊要跟大家说再见，你们有事快办，有话快问，不懂的快弄清楚，想回来了赶快打机票办签证，要来看我的，三个月前公告。那弟子们听了就太痛苦了，结果呢，阿罗汉哦先入灭。你说阿罗汉没感情，怎么会没感情？你要没感情他怎么会这样做？哎，修行不是修成解脱，不是变石头哎、欸。有人把没感情，或者不懂得感动，当作是修行，很搞笑。像刚刚那个人家那个非洲小孩子，这么卖力的在唱，我都好感动。太久没哭了，一哭哇眼睛好痛，因为什么？这个流泪加上汗啊，然后就进入眼睛，哇，好热，怎么样？这个会怎样？叫做什么？咸呢、啊？咸呢、啊？对。你看啊、哦，他会这样做，所以说，你懂得那个感情啊，你会为众生，你会为众生，人家我受苦小事。我爱的人，我在意的人不能受苦。我小时候5岁还四岁半的，我母亲不知道在房间在那个南京公寓，当年南京公寓算是豪宅的了，啊，然后呢，不知道什么事情摔倒，那时候我母亲大概就多少岁，30岁左右。30多岁左右摔倒，那我才5岁小孩啊。哇，那个完全是历历在目啊，历历在目。我突然间想到的是什么？完全记得。我想到第一，怎么样把我母亲背上来，然后背她楼下楼，我怎么去叫计程车，要在路口要怎么叫，我就全部想好了。就5岁小孩，你怎么可能背大人嘛？这完全不可能。猛拉猛拉呀，这样子。我母亲其实是醒的啦，她好像也吓到了，看我，我这小孩怎么会这样？那是我养母了，但我并不知道那是养母。后来我知道那她是我养母，我感情更好。这电视上演的那种完全无法解释，我完全无法理解。电视都这样演，有没有？演说她是被领养。后来有一天，终于发现了秘密。他是被领养的，然后就演着啊，我是被领养的，
我的娘在哪里？我觉得好好笑，我怎么会，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呢？被领养 OK 啊，眼前这个娘好得很啊，她就是养你的娘，你有什么好对于你的生母有这样子的疯狂的这种思念呢？难不成养母对你很差吗？好奇怪。所以这叫血缘崇拜，血缘至上，很怪异。还有西方人也这样，西方人是上帝造的，西方人是上帝造，他的体质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因果造的，他是上帝造的，是这样啊。生产工厂不同啊，现在也只能这样了，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坚持。我们是什么造的？业力造的，但他们没有这种卡玛的这种观念，业力的观念。哇，他们上帝造的，照说应该还好嘛。上帝造的该谁就谁啦。上帝意志是不可探测，上帝意志是不可探测的。既然是不可探测的话，你生下来就被人家领养，不也是上帝的意志吗？你有什么好紧张的呢？哎，西方也常常演这种戏。什么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了，我才知道原来我是双胞胎，我要找我的双胞胎弟弟，天涯海角去找。我跟我的双胞胎弟弟，我母亲跟我讲，啊，那他是你双胞胎弟弟。我听好像是听八点档别人的故事一样，哦，这样。啊，我母亲跟我讲说，那你要不要去见你爸妈？我说你方便就好啊。我突然间觉得，哇，我更爱我眼前这个养父养母。人家他弱势啊，他没有跟我血缘关系，为我付出那么多。他最在害怕的是说，当知道了真实之后，我就哭着出去找娘了，然后就忘了眼前的生养父养母了。这八点档不是要撒狗血的演吗？不就这样演法的吗？我觉得好好笑哦。怎么会有这种血缘感是这样演法的？不过话说回来，你倒也不能恨我那个双胞胎弟弟啊。对不起啊，黄德，那个你当时真的是跟我讲这种话。他怎么说呢？他老婆啊，做老婆的人啊，很想怎么样？很想他的老公认祖归宗。奇怪，他老婆也是上帝造的，怎么也会这么想这种事哈？他应该认祖归宗到上帝那儿去才对。但他老婆明显的跟我这样讲，根本不是暗示，是明示。意思就是说，大哥，对啊，我是他老公的哥嘛，他要学他老公讲，应该在讲说，二伯了，我算是他二伯，但他就叫我大哥了，大哥，怎么样？跟黄德仁讲吧，你们爹娘聚一聚，跟你们兄弟跟爹娘聚一聚吧。我说好啊，你要有请我就做啊，我无所谓，我请客吃素 ，O 不 OK？ 他说好，那要是讲动了的话，你家人全部都来，包括你的黄德仁的养父养母都来。有，我有一张全家福照片，等一下我秀给大家看，那是我促成的，但是促成好难呢、啊，搞了一年。那时候我正在北斋，桃园北斋讲《无量寿经》，我还记得。那趁每次去北部的时候，我就跟他。那时候我人住在屏东嘛，很远呐、啊。那我就说到台北很不容易、啊，我就跟他讲一句话，我说：“这个、某某人啦、啊，就我弟，怎么样啊？跟生父生母见个面吧，大家都老了。”不要有遗憾。哎，你知道怎么跟我讲？你知道怎么跟我讲？不用吧，等我更有成就了再见面，还无妨。哇哩嘞，见爹娘还要，那不过就是感恩一下你当年住在他子宫那里，住了十个月，让他很辛苦。还有啊，感恩你爹当时借了一个精子给你过日子，给你来配种，
就不这样而已，有这么严重吗？要有什么成就一点？你都四十多岁了，你还能够有什么成就啊？就不是这个样子吗？台湾十大补习班名师，他其中之一，真好抓，你听好，他讲课很迷人的，是这样的啊，他讲课很迷人，那他也常常骂政府，现在完全不敢骂了，你知道为什么吗？这点公开讲也没关系啦。以前他骂得很凶，后来我都约他骂，约他出来骂，他都不敢骂。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是真耶稣教会，真耶稣哦，注意听，真耶稣，真耶稣教会呢非常保守，他是真耶稣里头的主打，他本来没有领职，没有领职就不叫长老，所以没事儿。但后来领职了，叫做长老，那就代表真耶稣教会的品格跟那个，就绝不能批评政治，对吧？你懂意思吧？是这样，这就是台湾哦，很多这种团体啊，自我阉割，政治者众人之事也。那么做行菩萨道的人呢，当然要在意众人之事，批评刚好而已啊。投入倒不必了，我们台湾有的和尚投入选举的，选了三次都没选上，第三次的时候人家就噎他，就跟他讲，你都已经选三次了啦，下面就三字经就加上去了，但不是骂人的话，三字经是发语词或者叫做加重语气，啊，那就是说他妈的，你如果现在再次，这次我再给你钱。投资你，你再没选上，你给我还俗去。然后那我们这位杨悟空先生，后来还俗，叫姓杨，他姓杨，很有意思。这次宗教法，他也宣誓效忠四法藏和尚。我说宣誓效忠了，拿一点钱来给我用了。我现在那个联合会根本没钱了，你不要讲尽讲这种嘴皮上的效忠，好不好？他在那个脸书不那个赖群当中宣誓效忠，他又再次出家了，浴火凤凰，我又再出家了。当时呢选了第三次没选上，他真的还俗去了。君子这个君子约定，他真的去还俗，还俗整个人沉潜吧两三年了，三四年，因为选举需要钱呢。他有去跟他借钱呢、啊，溜到哪里去躲起来还是怎样？啊，真的啊！现在又这次跟妙智是借兄弟。妙智，你真的很衰耶、啊！他是你借兄弟耶、啊，你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对啊，你不知道他现在叫杨悟啊，不能叫杨，叫释悟什么的，忘记了，他又换了一个名字了，噔噔又出现了。他要出戒场前一天还告诉我说我要出戒场了，我说哎，这个人好熟啊，你看啊，你还俗了，现在又去受戒了，是这样。那么他是算是敢于投入的，那黄德恩他们后来变成长老之后就不敢讲，所以这点就看出来佛教，至少台湾的佛教很开放，很 open。嗯，我们你看，都跑出去选举了，你看看。在佛教的很多角面来看，说不必搞得这样。我们的主张是应该关心政治，也可以批评，表示你的意见，但不要拉了信徒一起搞政治，自己也不要投下去选，不需要这样。你可以表达爱护众生的立场，说政府你这样做并不爱护众生，哎，这可以为众生喉舌。我觉得还 OK， 但天主教呢，他们有自己画了一条界限。他说啊，立法是政府的事，我们呢就是改造人心、净化人心。我想他自己画这条线呢、啊，我觉得也有他的道理啦。毕竟梵蒂冈这么大嘛，他也不想扯入太政治化的东西。所以对于宗教基本法，他们是感情上支持，行动上呢表示着一个。限度就不容易，我能理解啊。但佛教并不在这边事情上划界限，何以故啊？利益众生啊！啊，我又不是在挂党派
啊，我又不是介入政治，我也没有去搞选举。我想我的界限画在那里。不过呢，也有出家人，他画的界限是什么？但是他去依附一个宣称要为宗教奋斗的政党，近乎以宗教立场阻挡，啊，他也加入啊，这当然这个也有他的意义，也有他的思考点呐、啊，哦，是这样。我个人觉得说，可能在这条界限上，我是画在这里，我是只画在说，我顶多做宗教基本法，我把它推成功。一般基本上人家这样还知道我不是在搞政治，虽然我要接触政治，但我并不是去搞政治，不是这样。但我会评论说政治上好坏，我不太公开讲，但我有我的想法，啊，这是意思。那好。我的双胞胎弟弟呢，我就跟他对照起来，就很显然不一样。不是说我比较好，不是意思。你看他的思维是什么？懂我，更有成就了。我再回去看爹娘，显然这里头带着一份不愉快的感觉。他的语句当中给我的感觉是这样，所以他太太怕怕的，不敢跟他谈这事情，谈不下去，所以来找我帮忙。那我当然知道了，我们高中以来就做朋友了。我不知道他是我弟弟，他知道我是他哥哥，他小学六年级就知道他的身份，我一直不知道，我不在意啊，我不在意就不想去知道，等的时间到了我自然知道。不，我事先没有这样想，我说我不在意，我完全不用问。他长得跟我这么像，我都没怀疑过，读同一个国中，同一个国中，但是我理光头了，我理光头，他理平头。是这样，但在学校里头，他是乖宝宝，我是什么呢？完全问题学生，我完全是问题学生。哇，我的问题学生，我这个我大闹学校，我是从小学都没动静，从国中开始闹，闹的高中是完全是巅峰状态，然后到大学了还闹，就是相对的就闹得比较什么斯文一点了，我干大事情。做事情这样子啊，好了，那我就要约他，他完全无动于衷。后来呢，我就跟他摊牌，我说你这想法不对，我们去跟他见个面，情纯粹就是一个意义上，表示说我们有相认，这样就好了，也不代表什么意义，也不需要你要多什么社会成就，何况你也有成就啦。那就够了、啊，那我这个和尚还是谈得上什么成就？那要是按照你这标准的话，那我不永远不用跟他见个面，见个面就让大家心里没在疙瘩，也没在遗憾。这时候你是你，我是我，这样不就好了吗？你何必挂这个东西呢？他后来听下去了，他说：“好了，那大哥你安排吧。”那我说：“好，那我们就什么时候到春天去吃一顿素餐，大伙尽量都到。”当然比较遗憾的是，见面的时候我的爹娘都往生了，他的爹娘都还在，现在还在哦，九十几岁算是好命。好，那我的爹娘，我生父生母，再来黄德那边的一票，啊，这个哥哥啦，他还有个哥哥也是领养，还有一个姐姐也是领养，然后这样，那就在春天，我有那个相片。好了，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文化的不同，他看待一件事情的表面，他是对异性。我们看待一件事情的表面，我学佛，当然我那时候已经学天台宗，我能理解。我看待一件事情，我超越那个表面的差异相，去看一个背后，你就会知道，恩义情爱啊，是众生必然有，叫做熟地。他都不学而能，因为你随你的业感而来。它是一种熟地，世俗间的地理。这个熟地看起来极熟，好好笑。你比如说这样，太太爱先生爱到死，先生爱太太爱到疯狂，啊，男生爱女生，女生爱男生，或者是兄弟姐妹，或者是父子，啊，从爱翻成恨，或者爱得很深。
修道人常常是这样，用一个什么？用一个洁癖的观念说：“你看爱那么深，好傻。”我们超越的人就不同，这是别教人的看法，至少是藏教人的顿根人的看法。别教应该还好一点，但他基本上也会知道，嗯，他不会利用这个爱来修行，他不会。他看着，他或许不像藏教人这么对抗，但他也是顿根，他看到两样，爱、恨、得、失、和、离，他看到这两样，生死涅槃，他永远是看这两样的，有无，无有，这样子，解脱、轮回，他永远是看这两样，他会先看到两样。那么原教人就不同了，通教人开始就已经开始渐渐不同，原教人的看法就不是这样。他说：“哎，生死烦恼，生死烦恼一种，涅槃即灭是一种，涅槃即净是一种，这两个是看起来这么的差异，其实两个本质是一样的。”所以一下手，他提起来就是两个极端对立的概念，在他眼中是没对立。那么这个被文化学者或者是佛教学者污蔑为，这都是华人差不多先生不精细的分辨，讲一味的讲求融合所造成的文化性的佛学解释。他是这样看。那么这种看法完全是西方的人文主义做基础才会这种看法。什么叫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也不是人文，人本主义。人的本是怎样？人的本就是有无、得失、涅槃、生死、众生、佛，这是绝对差别的，这当中是没有交集，这叫做善思分别。那就有人说啊，那华人文化注重融合，那这个注重融合是好听的说法，不好听的说法就是和稀泥，不分是非啊，他是这样。所以你看看，他就把生死讲成涅槃了，和稀泥，这明明两个极端对立的思维，他就想成这样。那你认为呢？当然不是。在实相的观念当中啊，一切对立都像是物质表面的暂时的幻影。真实相当中是不会有对立的，内在的离体是不会有对立的。为什么？因为内在离体来自于同一个东西，比如无明，无明就像呢，阴风起浪，浪不失水性，水的性质，水的本质是什么？是静的。安静的静，你要只要不吹风不摇它，一桶水啊，再怎么曾经搅动过，你就不要动它，也不要吹风，它自然就静在那儿了，它会静下来，它不是继续动，除非你把它放个马达，它不会继续动。所以水的本质是静哦，但是阴风起浪的时候，那个浪啊，哎呦，会变海啸，会杀死人的，对吧？是不是这样子？但是它还是水呀、啊，喂，它还是水呀、啊。啊，水我刚才讲，水的本质是静的，它不是杀人的，静静在那。古人有一种镜子就是水，它是一种照镜子的，用来照镜子用的那种井。那都是宫廷里头用的，宫廷里的女人要化妆啊，
啊，化妆没镜子看着不行啊，他就在这井里头看，那水是很静，很清澈，啊，这样看，拿个灯这样照一下，哎，就看到，这样。好 ，OK， 所以不分别不是不知道有浪这件事，是在浪的这个表面的差异下，浪是千差万别的嘛，对不对？哦，波浪啊，小浪、大浪啊，这些千差万别。他独独看到浪的同时，他又看到水。他看到水的时候，他就想到水的本质是静，浪的本质是生灭，不，浪的相貌是生灭。但浪形成浪的，请问是什么东西？喂，是什么东西啊？我知道是风，但光有风会成浪吗？水嘞，是水被夜风吹，对吧？对不对？本质上形成浪的是，外因是夜风，内底是水体，水的体，对吧？某些水也退，没有那个水的体，你风再大，你看不到浪啊。所以夜风吹水，夜风吹水的体。问题来了，水的本质是静的，对吧？对吧？它只是因夜风而看起来像在动。生死不就这样吗？生死是被夜风吹，吹你的实相心体，把它吹皱了，把它吹出浪花来，哪真有生死啊？浪高浪低，你就不要动它，它就自然就停了，风平就自然浪静，浪静自然水就不动，不动就照彻天地万物，一法不留。它不需要去找什么东西来照，它本质就能照。所以佛性显现，它根本不需要去找智慧，它本身就叫智慧啊，这叫万德庄严。那通通放下就需要修行了。重点就是不能通通放下，就差这样而已。修行不是得个什么，是放下什么，应该是这样讲吧。咱们就拉了一堆东西，放不下。所以啊，原教人看到这个，别教人看到水跟浪的差别，他没看到水跟浪是最后的背后是同一个，所以风平浪静的水面镜面，跟起浪的那个大浪的那个浪，看起来是这么的差别。就比如说涅槃极境跟生死轮回是这么的差别，生死即涅槃，原教人是这样看。所以极端对立的两个概念，在他眼中是融一的，融一个一个的。这怎么会是喝稀泥呢？这怎么会是叫做什么中国人、汉人喜欢圆融，然后把它融在一块，叫做圆教？哪里是这样子？这些文化学者，这些佛学的这些假学者瞎掰，不是这样。经上就这个概念，楞伽经上说，贪嗔痴即戒定慧啊，这是两戒定慧跟贪嗔痴两个多大的差别的东西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啊？即，你看，即就就是嘛，这个是中国人发明的 啊？你说楞严经有人说是中国人假造的，好了，暂且不表。我是不相信的、啊，但是我们暂且不说。但我现在引的是真楞伽耶，楞伽就没有人说他是中国人造的、啊，可见他是原汁原味啊。他就想这个事情，对不对？诸位啊，在别教的时候，你就要望着原教，懂这个观念，你那个别教你才会懂得究竟。这样对看，对看。OK， 好，那么这样子开宗明义啦。
再跟大家这样讲一下，让大家进入这个状况啊。那我们来看看在别教他怎么说。嗯，别教呢，上一次呢就提到了啊，他说这个大经上说啊，我与弥勒共论四谛，五百声闻皆为我，皆为我作真谛。我明明说的是那些还属于比较低阶的世俗谛，世俗谛，但由他来再提升，我还没讲，但已经声闻人已经认为那是真谛，就是更已经高阶的道理。我的低阶道理被你读为高阶，所以你的能力就是这样。你觉得好深奥，在我来看那还是初级，那是入门，你不知道。那、no、其此意也，引经文是这样啊，当中有随情说、随情自说、随智说，啊、哦，这我们之前就讲过哈。那后来有一段这个白话文呢，我是把它稍微诠释一下，就是此别教二谛取通教的真谛跟俗谛二者啊，何为什么呢？别教的俗谛，这一直到原教都还这样，对呀。所以俗谛呢是什么呢？幻有即俗，啊，俗为幻有，就是这样讲啊，幻有即空，这样子的为俗谛。原教跟别教的俗谛用的是同一个这样内容，啊啊，幻有即俗，啊，幻有为空啊。啊，这是幻有即空，啊，幻有为俗，幻有即空，这样的观念啊。那，所以呢，取他的通教的真谛跟俗谛二谛，何为别教之俗谛？这两个观念必须，这样这叫为什么这为什么是俗谛？他就两个观念。幻有为俗，幻有即空，俗，俗为幻有，也可以这样讲，就是应该说这个一切幻有是有，那幻有即空是空，这样子本来有跟空是对立，从别教以后就把这个对立放在一起，啊，那么不，这个不空不有。这是他没有讲中道，他说不空不有为真谛。那么这是他别教这样讲的。那么这个呢，那这里就讲到说，幻有为俗，幻有即空。那么这个是幻有为俗是通教的俗谛，幻有是俗，俗为幻有了，应该这样讲，也可以这样讲。那呢，幻有即空，把你这个有呢当下即空掉，即是空，那么这就是他的真谛，他看到这个道理。但从别教之后呢，这两个道理在那来看，那、这两个道理要同时存在，为真谛。那问题就来了，同时存在意思也就是说，我看世俗是幻有，幻有即空。这两个同时存在，我不但要看到它是幻有，幻有还真能把它看空了。哎，一般你大家也都懂啊，我们在一起就是有因有缘，时间到了大家各奔东西，对不对？那夫妻也如此，父母女也如此，再怎么好，那时间到了就分开嘛。这一般，这是我们都可以知道哦。但是你说知道这样是幻有，那你生活就因此放得下？没有啊，对不对？反正你又还没死，你又还没有死，死了再说。那还没死之前怎样？尽管执着啊，对不对？欠一毛都得要回来啊，啊，爱恨要分明啊，情人眼中容不下一粒沙呀，啊，互相煎熬为乐啊。你都懂得这叫做幻有嘞，结果呢，
嗯，结果你在幻有当中不空啊，你知道他是幻有，但不会空。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什么？看电影，看电影谁不知道他是假的，对吧？是不是？它有作用啊，有几个作用。第一啊，伸张正义，让我呢融入其中，感觉很满意。第二，角色互换，那个男主角就是男生，女主角就是那个女士，就是外面的女生。看戏的女生都把自己投影为女主角，看戏的男生都把自己投影为电影里头的男主角。然后呢，随着他的这个生的故事啊，在那起伏。哎，你不是不知道这是假的吗？谁会当真呢？哎，对不起哦，你正在看的时候就当真，有没有？有没有？正在看的时候就当真。你是说它是假的，但你正在看的时候很真，这就是幻有即空的概念。你要不把它空掉，这幻有你不把它空掉，你照样死在那。你说你光知道世俗为幻有，俗为幻有，没有用。我不是说我舅，我不是舅舅，我外公吗？我外公在六七十岁的时候自己煮饭，他喜欢自己。我妈妈是我母亲是一直跟他讲说你拿来给我煮了，他就不愿意，他自己煮，他煮得很高兴啊，那个什么那个 A 菜啊什么的，就用个锅子这样卤。他常常边切的时候边自言自语，哎，欢乐，啊，欢乐，嘿，不坏代志，欢乐，就是哎呀，不必烦恼啦，那没我的事啦。是这样，但其实呢，他正在讲这话，就像咒语一样，咒语在自我提醒。但你就会知道，他坐在那里也在这样讲，那哪什么都这样讲，因为可见他其实他是没放下的，你懂吗？他基本上没有，他知道啊，如幻啦，狼戏，人死了什么都没了啦，他是这种观念。那现在何必呢？不，他现在才正要。不是等死，这个就是所谓的幻有为俗，幻有即空，这两码子事。你知道它是即俗，就是你知道幻有为俗啊，你知道它是幻有，没有用。你宁可在幻有当中继续爱恨情仇，对吧？所以你必须把这个东西也空掉。通教人就是去空掉它，但别教以后，他把这两个都当成俗，也就是说，幻有为俗，幻有即空为真，幻有为空为真，哎，他去空掉它，我唯有空掉它，我才就安全呢。我才不被那个世俗的那个苦啊所限呢、啊，他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会去证果。我要把它证空性啊，证空性我才安全呢、啊。我不证空性，哪怕我仅零空性，没证得零分，在他们的想法是这样，没有那个一半的，没有那个一半。就好像奥运比赛啊，没有那个争第二名的啦，都是第一名，人家永远会记得的是第一名，道理是这样哦。所以啊，别教人，他要求熟地，是同时要进展到这里，一下手就要进展到这里，患有为熟。幻有即空是真，所以这样的修法，他下手在所谓的熟地的看法上，就表现出超越的性格，很超越，他已经不在对立，不在对立，这个是这种观念要有啊。所以这里呢就讲到啊，哎，这个哎呦，怎么跑掉？
哎，时间到吗？还没有啊。哦，忘记我有没有看到时间啊。那么呢，所以说他去娶这个曾叔二弟，何为别教的叔弟？这大家懂了啊。那么此患有，患有非有，患有非有啊。那么呢，患有即空非空，这样子，一个是非有，一个非空。任何一个他看到的东西都要非有非空，这同时存在，是同一件事情，叫非有非空。他不是又要非有又要非空，他不是这个，不是两个，是一个，叫做单一单中，单独的单。那患有为俗，患有即空，啊、哦，所以俗为患有，患有即空，这样子呢，是两个个别独立的。我刚刚说过、啊、你要知道患有，像世间是患有，好像也不难呢、啊，大家都会知道，人生像一场梦啊，对，那你就知道啊，知道没有用啊，因为你还是受限的。必须要患有即空，哦，这样子才可以，啊、哦，患有即空，入见那个空性，那但是在别教人来看呢，啊，这个患有为俗啊，患有即空，这样子呢，是两个个别独立的概念，它都要满足，所以叫做附俗，附就是。重复的复杂复杂那个复那个复、嗯、哎呦这个复复数的复复数那什么是真谛真谛其实就是后来的中谛了的概念因为他没有中地，在讲二地的时候是没有中地这个 语句的。那么智者大师整理过去古人的说法，他们没有讲出真中地，那当然他就不再不会替古人说那是中地了是这样。但呢，智者大师说下一个，他从这两个同时存在，那下一个是两个同时对破，同时存在一个概念，叫做非有非无。非有非空，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不是分别独立的，所以它不会是附属，它是单一的真，叫做附属单真的二谛。是这个要了解哦，这个说法上是不同于不同于前面那个。所以前面是把两个观念个别存在，然后个别。要成立，现在是把两个概念的否定了，放到一块去，才可以。也就是我如果说患有非有啊啊，这个即空非空啊，如果我只谈一个即空非空，那你就知道你只知道非空，那个患有呢？患有的有，你就可能执着为真有，所以你也得把有也得要飞掉。飞掉就飞的意思就是，破除对他的执着执见，执着执见，要破除他，这样才可以。哇，那这样的话就是叫做单真，单真，附属单真，单真。这个真呢，其实就是中地，那你中地每一次要讲非有非无四个字，我就中地两个字，乃至中一个字讲定，而且中这个概念本来就两者之间的等距离的中间，这叫做中嘛。啊，刚好我这里就是在做两者等距离。我如果倾向于有边，那我就认为是有；
我如果倾向于无边，我就认为是无。我现在就让你非有非无，你非站中间不可，你也只有这个点可以站，因为你是对应于有无，而有无是有一定端点的，有一定范围的。所以这样讲起来啊，别教他就插个临门一脚，他没有误入实相，缺乏这个概念啊。这个呢，都是因为，哎呦。这都是因为呢，他用对立见来看，所以你看啊，他在讲非有非无的时候，其实是建立了有跟无，个别建立他，然后我来否定他跟他，两个要一起否定，形成一个概念。如果你没有两个一起否定的话，那另外一个就可能变成是一个肯定，那就落入到前一个患有及俗。患有为俗，患有即空，即空是真，也是俗。这种观念，你就把它落在那里，那就完蛋了，你就回到通教那里去。所以我不让你落在那，那怎么办呢？我就要让你说啊、非有非无这种概念。但问题是，非有非无到底是一个怎样子的概念？人类的经验当中并没有非有非无这个概念。非有不变有了吧？那你那边又非非无非那就你那边又一个非无，那这不这不非无就变有了？为什么两个人老是这样子会冲突呢？这是一般的别教人他造成的困惑会是这样。但我刚刚讲，在对立当中不看到对立，在对立当中看到整合的，哎，原教人出场就不同了，下手就不同了。当然这里你讲了非有非无，对原教人来说都是一切法趋空趋有趋中，哈哈，趋就不是讲非，趋是讲极的前半段。趋什么？我要走过去嘛，对不对？趋向于哪里嘛？哦，这叫趋。啊，我一切法趋空、趋有、趋中，我一切法都可以透过某个角度看到它是空性，看到它是妙有，看到它是中道义。虽然随情随情字随字所会稍有不同，但你自己的悟境是同一个的，你会这样悟。那么这样子悟法呢，看起来当然也很高超了，但不过跟原教一下手就全部是这个不对立的干法啊，还是有差一些。我只告诉你说，在通教已经开始用对立法，到了别教还在用，不过它降低了，它已经更多让更多的因缘、啊、能够来显现他所看到这个真理、啊、在他登地之后，他看到的真理就泯然一体，已经 不跟原教是没差别的，只是看得深跟不深而已，在本质上他是把它看成一体一个，非空非有。但在别教当通教的当分人呢身上，他有就有，无就无，有无通通放在一起，对他来讲就是有概有那个名词言辞，可是他没有不一定能够体解那个概念。生死即涅槃有这个名词啊，但你真能体会那个概念吗？通教人呢，虽然也有这种说法，但他仍然停留在这个通教别教的当分上面，他仍然是停留的，因为他能理解的不是像在两个极端对立，我刚刚讲这两个极端对立当中看到最后背后的那个统一的概念，他没有看到这样，但这里就是有看到，所以他叫做单真嘛。单一的真，因为它整合患有为俗，患有即空，哦，这两个呢，他都把它当作是俗，
那么这样子才有办法，而且是两个同时，两个事件要同时存，不是事件，事件要同时存在，啊，才可以。那么这样子呢，他把它当作是属。那到了真谛的时候，是两个事情合到一块，一说一个概念，非空非有。非空，谈空是一个概念，谈有是一个概念。有即是空，那也是单一一个概念，它没办法整合。但是我说不空不有，哎，那是可以成为一个概念，可以整合，不是两个的，所以叫单一真，复数的假，是这样。所以就是复，刚才擦掉了，就是真复真复单真复俗，或者复俗单真的都可以。就这样观念啊，那这样子的这别教人呢，他懂这个道理，但是藏教人以下顿根是界内顿根啊，他听这个道理，我们算是善根哦。我这么讲呢，你没有抓狂，没有害怕，没有恐惧。虽然有一点听不懂，但网络上有人告诉我说，我开始有点懂了耶。你就一直听就对了，重复的这样讲，你一直听就对了。是啊，就有点懂了的。那懂了的，你就看发起神通没有？发起神经倒是可能，啊，不一定是发什么神通啊，怎么样？那是不会的。但是你开始有个影子，凡夫懂这个道理，有个影子，这影子会越来越模，越来越鲜明，你将来你做事情的指导原则就越来越出现了。这个时候你来做我们开始上课讲的方丈和尚，相对就不会那么的煎熬。我讲这句话你懂了，所以他真的是有帮助。我真的害怕一般出家人把这种七种二谛当作是道理，听听就罢了，跟他的生活行为态度人生毫无关系啊。我如果是这样，你听经文法是干什么用的啊？去极乐世界呼弄阿弥陀佛的吗？开什么玩笑，你不能在生活上用，那还什么佛法？佛法活法，活下去的啊。好，先上到这里啊。向下文长，复以来日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佛道无上誓愿成，志归佛，志归佛，当愿众生，当愿众生，体解大道，体解大道，发无上心，发无上心，志归法，志归法，当愿众生，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智归身，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